台湾麻醉医学会首次进行调查，结果发现大约有70%的民众对手术的麻醉过程会感到担忧。不过医师表示，目前国内已经有新型麻醉药物精准麻醉，可以减少将近80%的副作用。民众在手术、门诊检查或是健康检查时，常会使用麻醉药物。有些人在麻醉手术后会出现恶心、呕吐等副作用，甚至部分民众会误以为麻醉容易导致死亡，而拒绝医疗处置，延误病情。阿公阿嬷都80、90岁了，然后生一个病或长一个肿瘤，结果呢，那个家属就认为他年纪太大，开刀太危险，不让他开。啊，其实有时候开了以后，他还可以活蛮久的。为了解除民众对麻醉的恐惧，台湾麻醉医学会首次进行台湾麻醉警示大调查，结果显示大约70%民众对于麻醉过程感到担忧。进一步询问发现，有37%民众怕麻醉后会醒不过来，有36%担心麻醉后发生强烈不适应症状，还有33%的民众害怕手术中意外醒来。医师表示，目前国内已经有新型麻醉药物有较高的安全性，精准麻醉可以减少近80%的副作用。有一些不管是新型的一个监测仪器或新型的药物，都可以更精准的掌握病患在手术中的麻醉的深度，以及手术后手术中的一个疼痛反应的情况。根据统计，目前全台麻醉专科医师大约有1500名。医师提醒民众，手术前一定要了解自己的麻醉医师是谁，使用何种麻醉药物，以及认明有监测设备的医疗院所，这样才可以降低不同病患的麻醉风险，并提升术后的恢复品质。记者赖淑敏、陈昌维台报道。